手语教室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这位是龙老师连乔，我是听人魏老师。今天呢又要教水果的手语咯，今天教水果的形容词，水果再加上形容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水果大小、酸甜、软硬是什么咯。今天呢线上手语教室，连乔老师就要和魏老师带大家一起教水果的形容词。我们把水果拿出来吧。好，开始今天的手语水果形容词，请看手语词汇，我们要教哪一个呢？词汇，词汇就是通常是两个字嘛，就词汇，词或者是词汇，这个是句子，这个词汇，但是也可以通用。好，下一个名词，名字用我们用字的打法，名词，名词或者是名词也可以。好，下一个形容词，形容呢就是有点解释，以前的解释都有很长一条字，解释什么意思，这就是形容词，形容词。好，接下来大，好，把手一把枪拿出来，然后两个枪，大大。好，接下来小呢，大的相反就是小，小一个二一个一放进去，这个就是小，小。但是解释一下，有时候会看食物的大跟小，比如说这个大，这个小，也可以用这个手的形状大小。OK， 接下来红色，红，红嘴唇的红。第二个粉红，大家看到那个腮红，粉红，红，粉红。好，接下来橙色，橘子，第一个可以比橘色，橘色也可以，常常橘子，橘子大概就是变成这个是橙色。另外一个手语也有在这边比橙色，可能就是那个猪的颜色，橙色。好，接下来黄色，黄色的手语是什么呢？黄色，皇帝呀，皇帝的额头有很多的坠子，戴的帽子，所以是黄色，黄色。好，再来绿色，绿色，这个手要弯弯的哦，因为我们的舌根是绿色，绿色，好，所以这个是绿色，绿色。好，下一个蓝色，蓝色可以看到原住民，它情面，所以是蓝色，蓝色。好，接下来紫色呢，以前啊男生手语紫色，看以为啊这个这么短，就是说这个手语的紫色以前是无名指，后来用这个小指头在眼睛下面，这怎么来的呢？大家看到画眼影啊，眼影画得很深，紫色，紫色。再来黑色是什么呢？头发，
黑色的头发，黑色。所以大家就知道，这是台湾手语，就是黑色。如果美国手语，黑色就不会摸头发了。对，每个国家的手语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台湾呢，手语很棒哦，黑色。再来白色，牙齿，牙齿是白色，牙齿白色。好，接下来颜色，食指跟中指在嘴巴前面动一动，颜色。因为啊，红色、白色、绿色都在这个部位啊，所以我们颜色，颜色。好，接下一个美丽，美丽，这个脸很漂亮啊，美丽。还有第二个手语的笔法，美丽，好，这个也很多，意思是说这个脸很棒哦，好美哦，好美哦，你好美哦。好美，你看这个连桥老师，你知道那个一般美丽的话表情是什么？你很美，你很美，很美，很美，很美的，哦，很美。好的 ，OK。接下来硬硬脆脆的，好，这个是硬，硬硬。吃东西哪个是硬硬脆脆的呢？苹果。苹果硬硬脆脆的，好像就是这一个。芭乐也是硬硬脆脆的，对。OK， 下一个，软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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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哪一个呢？番茄，还有这个，软软的，软软的，软软的芒果。你喜欢吃硬硬的还是软软的呢？软软的，喜欢软软的。我喜欢硬硬的，嗯，好 ，OK。接下来哦，甜，很香甜，吃一吃啊，还有甜甜的，再把它舔干净，这个就是甜，甜。好，接下来酸。表情很重要哦，吃东西很自然，吃到酸的就会有酸，酸。另外一个手语，哪一个是酸的？这个，酸也可以用，这个柠檬最酸了，最酸了，酸也可以用这一个，打电话的酸，表情很重要。好，下一个苦，敲一敲头，苦，苦，没有苦的，有皮，皮很苦，对，橘子皮也很苦，苦。香，香香的芒果，香香的草莓也香香的，凤梨也有香香的，香味四溢啊。好，接下来臭，那有没有臭？破坏掉，坏掉的话就臭了，臭臭的。好，很简单。接下来新鲜的，这个就是新的手语，从身体往前，新，新的，新的手语，水果很新鲜哦，就是新鲜。好，接下来好好吃，呜，好，摸摸脸颊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是 ，OK。好，再来我们要水果咯，水果我们加一个水，然后水果，水果。好，那么就手语词汇教完了，我们先复习一下，然后老师不说话。好，我们开始复习一次哦。
好，今天教的词汇练习完了，我们现在要复习一下水果的手语哦，看看大家还记得吗？好，从苹果，红苹果，橘子，橘子剥皮，柳丁用切的，番茄用擦的，草莓用红色的点点，然后芭乐硬硬的，葡萄一颗一颗的，桃子啊中间蓬蓬的，文旦柚呢剥皮然后戴在头上，莲雾像鼻子一样，再来香蕉剥皮，西瓜切开来吃，凤梨头上有大草，木瓜用汤匙挖来吃，芒果里面有一颗大核，这样大家都会了吗？我们现在要手语绘画咯，先不说话，大家看看手语能够看得懂吗？好，OK， 好，大家都看懂我们两位老师的手语吗？我们现在一起练习一次哦，手语绘画。这里有好多水果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些水果红色的是什么呢？有苹果、番茄、草莓，还有莲雾哦。那水果绿色的有什么呢？芭乐，绿色的，西瓜，绿色的，文旦柚，绿色的。那水果黄色的有什么呢？木瓜、香蕉，还有凤梨。好，那再问，
软软甜甜的水果是什么呢？葡萄、木瓜、西瓜，吃起来都是软软甜甜的。那吃起来脆脆甜甜的水果是什么呢？又错了，脆脆甜甜的，芭乐，还有红苹果。那酸酸甜甜的是什么呢？凤梨，还有橘子。水果啊，好看又好吃啊，是。大家的手语都会了吗？水果的酸甜的形容词加上手语的形容，手语句子就可以变长咯。接下来就是互动问答了。现在放暑假了，大家都出去玩了，所以线上手语的猜谜今天要换一个方式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邀请到两位来宾来现场猜谜，看看谁能够抢答的快，就要举手哦，和我们线上手语教室的同学们来比赛。好，看是谁比谁厉害。我们要欢迎两位线上手语教室的幕后的大姐姐，一位是，这位是蜻蜓姐姐，这位是鳄鱼姐姐。好，嗨，我们线上手语教室啊，这两位都是负责帮我们在处理好多好多的事情啊，还有设计投影片，现场也都是他们在操控哦。所以现在要有两位来跟我们抢答，等一下呢，连桥老师会用手语形容水果，然后两位姐姐要赶快猜是什么水果，手呢赶快去指那个水果，先指到的就得一分哦。好，那 OK 吗？OK， 我要出题咯。一个水果，外面凸凸的，切起来里面是白的，白色，然后有籽籽，吃下去那是什么水果呢？赶快抢答，有没有呢？芭乐，芭乐，对不对？问连桥老师，对不对？答对，来手语我们比芭乐，芭乐。好，第二题，连桥老师想要吃什么水果呢？外面红红的，要剥小一软软的，切开来里面有红色的，一颗一颗一颗的，是什么呢？这里有有有有有有，在外面红色，然后皮软软的番茄，叮咚叮咚，好的，籽在哪里呢？番茄，对不对呢？告诉我们有没有答对？答对了，猜对了。番茄在袖子上擦一擦，番茄啊，有大的也有小的哦，所以手语就都是一样，番茄。好，第三题，连桥老师想摘什么水果呢？好，赶快抢答，抢答。葡萄，葡萄，葡萄，对不对？葡萄，对不对？哎，答对了，葡萄。好，掐一小颗葡萄，葡萄，大家有没有猜对啊？连桥老师，你这样一、一、二、三这样子玩不好玩，你要跳跳跳跳啊！对啊。好，接下来连桥老师想要摘什么水果呢？
皮又是不规则，一颗一颗小颗，切开来哇，里面是红色的哦，好好吃哦。有壳吗？桌上有一很漂亮的水果，颜色很漂亮，是红色的。要切开吗？要切开吗？没有，这个。有没有猜对？你有没有猜对？很棒，草莓，草莓，好，一点一点的草莓，红草莓。好，接下来是什么水果呢？外面颜色什么？里面颜色什么？黄色，里面外面都是黄色，软软的。人笑分，大象也都可以会爱吃的，人跟大象，长长的、弯弯的香蕉，答对了吗？好，香蕉，为什么不是猴子也爱吃？好，猴子也要，猴子要剥，好，也会吃香蕉。好，接下来是什么水果呢？喜欢吃什么呢？这么大一个绿色的外皮，挖里面一小半一小半，是什么呢？有酸酸的，哎，柚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答对咯。好，比柚子剥皮戴到头上，柚子。好，下一题，绿色的也有红色的，这两个混在一起，里面是红色，外面是绿色，吃起来水水的，滴滴会滴下来的，夏天你一定爱吃的是什么呢？有籽的哦，西瓜，对不对？你猜呢？猜对了吗？对吗？好，来，西瓜，西瓜 ，OK， 好，再猜最后一题。这么大一个红色的，里面切开黄黄的，有一些籽子，要削皮，然后吃，是好吃，硬脆脆的啊，是什么呢？苹果，你们答对了吗？苹果，对不对？答对了，对，红色的苹果，答对，几比几？五比五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你也都猜对了吗？有没有猜中呢？好，自己要想一下猜中几个哦。有没有比两位姐姐多呢？好，恭喜大家哦。OK， 谢谢两位姐姐。哇，哇，我们恭喜大家都猜对了，都获胜咯。好，那各位朋友，你们今天，你们刚刚猜的有没有比两位姐姐快呢？好，好。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连翘老师和威老师教大家水果的形容词，大家都会了吗？记得哦，下次要讲到苹果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加上红红脆脆的苹果，别人会觉得你手语很厉害哦。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要结束了，那希望下一次我们在线上手语教室再见面咯。交通新法规大家知道吗？路上行人走在斑马线上的时候，我们要礼让哦。
下一次我们就要教关于交通安全的手语。谢谢线上手语教室的同学，也谢谢我们的幕后团队啊，投影片设计，还有投影的操作，还有同步打字，谢谢大家。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手语教室，好，请大家吃苹果咯，吃杨桃，柠檬，要敷脸，柠檬，好，拜拜。